超级夜总会，雄青来订阅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哟。哦，代表作者咧，我刚出道哎，我刚出道。哎呦，这款我这款我恁来敢讲出来啊嘞？几年无穿哦，这对玫瑰拢连起啊，你敢知啊？正经的，本来是白，怎么看到变黑？你敢看？啊不，臭铺啊！现在唱歌进步好多，嗯，他自从重新做了以后，我唱歌是比钢琴。起码是成功的英雄，是什么叫做重新做人？你别搞，以前根本是不是搞撇过安尼？无啦，不是啦，我是弹弹歌啦。安尼啦，每一个人拢代表作。对，如果讲何以翔出无真侪张唱片，都这代表作叫做《妈妈，请你唔通听》。是，那我嘛有啊，我代表作这里。我刚出道哎，我刚出道。哎呦，这款我这款我恁来敢讲出来安尼？大家拢袂懂诶，昏昏落水。迄个啦，何以翔较了解。阿五的经典作品是什么？阿五的经典作里面上界予人怀念这块歌，我说《乌玫瑰》。这《乌玫瑰》真久无唱啊，十几年无唱，这对玫瑰拢冷去啊！你敢知影？正经的，本来是白，怎么看到变乌？你敢看？啊不，臭铺啊！来来，方瑞儿经典作品来，来《乌玫瑰》。谢。一对多情的玫瑰，虽然讲今日穿一撮青色的，但是远看起来，我是一对乌色的玫瑰啦。咱来宾，我先来拍一下。夜幕的黑色太阳。Thank you.
谢啊。甲带你检查者，来这边加油啊！谢谢，好难来去啊！来这边哈，再见啊！好了好了，加青菜加青菜。哎，胖哥，多黑嘞嘞！胖哥，下回到底啊？你加你加，你跋落呀？我拄啊跋一个吼，爬山林，爬落去舞台卡，呀，拄啊找着一个囡仔。